们是要我要一个签名给自己，对吧？收到了，收到了，没问题。哇，下起雨来了！亲笔签下一年卡的亲笔签名，羡慕吧？羡慕吧？你们羡慕吧？谢谢，来，给，好，还有一位。好，谢谢谢谢，来合影留念，来合影留念。好。哇，下起雨来了，雨下的好大。来，放在旁边，放在旁边。也谢谢我们的京东配的小哥，谢谢谢谢，这速度真快啊！好 ，OK， 谢谢。好，可以了，稍微休息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抓紧时间哈，我们看这个雨水啊，也想来凑一凑热闹了。这个球呢，我先来展示一下我的脚法，我的脚法是很臭的。我要找个地方。我们会通过当代地方的球员，还有伊涅斯塔，还有我们的小朋友，我们在挑战赛的环境当中来感受一下他们精准的脚法。我们今天的公益挑战赛呢是分为三轮，首先接下来我要进行到第一轮。我发现我的语速再快也没有这个下雨的速度快，是不是？你说我们躲了这么久的雨，雨会不会伤心呢？好，接下来我们第一轮这个环节呢，我们将会进行的是分成两轮，两轮是有攻有守两轮。那么第一轮呢，将会有王维成和吴庆组成当代力帆队来进攻，而我们的U23队员南松将会带领四名小球员组成伊涅斯塔队来进行防守。我们的规则是这样的，两分钟之内如果说能够进球，那么将会获得100个我们的公益捐赠足球。雨下得很大哦。挑战赛我们会有50个捐赠足球。那么这一环节的挑战赛我们将会分为两轮，雨越下越大了。小白有问题吗？ OK， 我们看活动是不是需要稍微稍事等待一下，要等一下，因为雨现在下太大了。我们这个现场啊，